推销思维的。本宫天生就这么牛气，我敢跟你们两个打赌，是他喜欢我。娘娘，就算他认定我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从今天起，吃他、喝他、花他，花够了跑。他一直都知道我在讹他，我又没有陪他睡觉，你说他凭什么呀？你喜欢他的公寓的吗？预付了三年的租金，对不起啊，物业只有三年一次的房租，多漂亮！今天可是周末，可要多一点节目啊。你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，让他心疼。我不需要怜悯，觉得是怜悯吗？没有感情就没有温暖，没有温暖就不足强悍。趁着年轻，别混，别跳，也别嘴刁。看着有感觉的，就赶紧去恋爱。你说的，遇到有感觉的就赶快恋爱。